这剑圣剑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，而是具有辟邪祈福作用、佩戴完整的饰品。有的正面铸有钱币上的文字或者各种吉祥语，如千秋万岁、天下太平、举阳除凶等。背面铸有各种图案，如龙凤、龟蛇、双鱼、斗剑、星斗等。到了唐代，宫廷里散钱之风盛行。 但民间还没有这个习俗。历经宋、辽、金、元，验圣钱的品种数量得到了全面丰富。昔日散钱的风俗也渐渐演变成了给小孩子压岁钱的习俗，岁与岁谐音，之后逐渐演变为压岁钱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！